条蛇道行咗成个钟头，终于都行完啦，眼前一亮，终于都见到宝库 Treasury 啦。我哋反而唔急于入去影啊，因为两边嘅峭壁衬托起宝库，反而更加神秘添。我哋穿过咗蛇道咧，终于都到达咗呢个宝库啦 ，Treasury。宝库前面的广场人山人海，要避开人群都有点难度，好难得才可以拍到骆驼同埋马前面冇乜人。在宝库前面就可以拍些人物找拍了，我就见到一个当地穿着传统服饰的警察，另外也有一些装扮成当年的传统士兵服饰，一个等着客人的马夫也是一个拍摄对象来的，也可以拍一些当地的小贩，他们的造型都挺特别的，尤其是个头巾。两个背光的游客看落都好靓啊！咁我哋咧喺 Treasury 对面嗰度爬山啊，都好跣嘅。咁啊，慢慢爬山咧，爬到对面就可以有高位啦。咁而家我哋行嗰部分啫，我哋会慢慢再上嘅。我哋扯晒气，爬咗轮山咧，先上到呢个位置。咁咧头先咧，我哋就留下面呢度，就咁上啦。啊！有鬼喺度扯緊氣啊！咁啊，上呢度會有咩位咧？就係望到側邊啦。咁啊，望到正。咁啊，我哋都未上到一半島嘅啫，而家都好高下。咁啊，咧我哋上到頂嗰個位咧，個景觀咧會更加靚、更加開揚啦。爬咗上山上面拍攝，呢個位置正正係大背光，落咗偏光鏡拍攝。就可以令到天更加蓝，而太阳又入埋镜，反差就非常之大啦。所以影嘅时候就选择包围曝光，利用几张唔同嘅曝光，后期再将佢合成，嗰个曝光宽容度就会大大加强啦。无论系光位同暗位，都出到应有嘅层次。而家咧已经上到对面山崖嗰个最高点啦。咁啊，可以望到對面喎。呢個景觀係幾靚嘅。咁一陣就會行呢條路啦。咁啊，直去餐廳，跟住再上山。咁啊，上山嘅路途啊，更加遙遠啊。呢度只係一個起步，咁但係都行到腳軟，熟曬氣啦。咁啊，上山我之前都上過噶啦，以前嚟過。咁啊～上面都有很多建築，啲景物都好靚嘅。Petra 入面最著名就係呢個寶庫啦，其實嘅真名咧就叫做卡茲尼神殿，喺公元前60至50年間起嘅，都有2000多年嘅歷史噶啦。而岩壁嘅雕刻帶有希臘嘅風格。近期我睇咗 National Geographic 嘅紀錄片，考古學家相信呢個神廟其實係陵墓嚟嘅。而雕琢的时候是从上而下，简直是鬼斧神工。欢迎各位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只需要按订阅和按这个小铃图案，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载的通知了。最后记得给 like 我们啊，多谢各位。